新校区黄河校长为大家致辞。各位同学，家长们、老师们、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欢迎大家来参加美中实验学校的汉服传承礼。2016年11月20日，由大华府美中实验学校主办、启明新校区承办的2016汉服成人礼隆重举行。12位少男少女通过这庄严神圣的典礼，跨过了他们生命中一个庄严的里程碑，宣告自己长大成人。对于海外生长的孩子，唤醒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，让他们正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责任，满怀信心，稳步踏实走上自己的人生之旅，是海外中文教育和每一位家长的责任。典礼上特意用中英双语介绍了成人礼的由来、意义、程序和所象征的内涵。汉服成人礼不是一个单纯的仪式，而是民族文化的传承，个人成长过程的印记。所谓中华寻根，衣冠先行，汉服加身，少年成人。在古朴典雅的礼赞史乐声中，礼仪开始。郑斌、赵哲和齐慧生两位老师分别为男孩加冠赐酒，为女孩子加鸡赐酒。孩子们拜皇帝、拜孔子、拜父母。最感人的环节是父母赐字赠言，孩子拜谢父母。在这样庄严肃穆的氛围中，聆听父母语重心长的寄语，那一刻的精彩与感动，不仅在亲子之间，观礼的来宾也都被感动、被融化，不禁热泪盈眶。短短的仪式，仿佛让人跨过一道历史的门槛，庄严隽永，回味悠长。相信我们的中华文化在海外将世世代代永远传承。